首先这一轮我不要选择女生。在上一季前四位有三位的女孩子都唱得非常好，所以我也是有点担心哈，让眼都健身了。你肯定没我行。肯定没你行啊，来来来比一下俯卧撑来。轻轻的呼吸啊，绿绿的草呀。妹，那你们叫她那姐是吧？我都叫她大妹。对，她那个比腾格尔还腾格尔。我现在都忘了。这个好像听起来不像在夸奖我。我现在都。